啱啱翻到公司，咁啊见到咧长江呢个亲海泽啊，即系港景峰呢个楼盘咧，嗰个帆布已经烂晒啦，同埋呢度有个窄腰管效应啊。呢个西九龙同埋呢一个The Austin咧，形成一个窄腰管嘅效应。咁啊，成个都系烂晒噶啦。嗱，嗰度缝下缝下，咁啊拎应该嗰几幅嚟紧都甩埋噶啦。哇，呢个烂晒，哇，好犀利啊！呢度缝缝声，好得人惊。大家好啊！而家嚟到咧西环海旁十号风球咧，就直播俾大家睇下呢度横风横雨。我揸咗架战车咧，就过嚟呢度睇下嗰个情况。咁啊，揸呢架战车比较安全啲。大家好啊！华记九月一号西环报道啊！咁啊，头先咧就去睇消失的他之前咧，就喺西环呢个海旁嗰度咧，就早几个钟头之前。咁、那個風浪同而家哇唔同曬，而家咧係橫風橫雨，門都開唔到嘅。咁我哋咧就喺呢一度咧就分享一下咧頭先我睇嗰套戲嘅月後感。咁啊，消失的他咧就喺內地個票房咧就有35亿，哇好勁！我就覺得咧係絕對係值嘅。點解咧？劇力萬軍，睇完呢套戲咧，真係令到我顛覆咗自己三觀咁滯。原来呢个世界上有一啲咁狠毒嘅丈夫，令我谂起咧为咗钱不择手段嗰啲汉奸走狗卖国贼。原来为咗钱咧系可以出卖一个咧呢、这个世界上最爱自己嘅亲人，亦都可以出卖咗自己喺人生转捩点上边出现嘅一位贵人，亦都系一个自己孩子嘅母亲。咁样咧嚟出卖就系因为为咗钱，即系睇完呢套戏咧，即系觉得呢个世途好险恶，即系万恶就钱为首，哇！真系即系好似而家睇到啲惊涛骇浪咁喺我前边，真系好夸张。咁啊，呢一套戏咧，我就极力咧就推荐大家去睇嘅。咁呢套戏啊，附带一提咧，就系令到我都胆战心惊嘅，就系话咧。佢其中有一幕咧，就係話喺泰國咧，就兩夫婦去買衫，然之後咧個老婆唔見咗。嗰幾年咧，即係報警又唔受理啦。嗰幾年之後咧，就喺一啲場合嗰度咧，就見到有一啲嘅好得人驚嘅表演咧，就係花樽小姐。咁啊，令到我好震驚係咩咧？因為我喺若干年前喺拱北都見過花樽小姐，真係得個頭喺個花樽度嘅。令到我真係顛覆曬成個人，哇！好殘忍，我諗亦都係呢一幕咧，令到大陸嗰啲遊客咧就全部咧就唔敢去泰國啦嚇。咁啊，仲有一套咧，就即係除咗消失的他之外咧，仲有一套孤主一擲，哇！好犀利啊！好犀利啊！橫風橫雨。我就馬上就開車走噶啦，因為呢度咧個情況都有啲惡劣。頭先我都提過咧，啲大廈玻璃幕牆可能會爆裂嘅嚇、啊，真係喺油麻地爆咗一幅。咁我睇個勢都應該唔止噶啦。咁我補充一下啦，消失的他咧喺香港嘅推廣好少啊，甚至乎劇照都好少啊。所以我希望咧就大家咧就睇下呢啲戲咧就可以令到你咧即係顛覆三觀嘅。咁啊順帶一提咧就係、是。石老婆會發達啊！呢套戲即係可能會教壞人嘅嚇，咁但係咧就我自己喺度睇咧，就大家都知道係做戲啦嚇，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珍惜活在當下啊！石老婆會發達，哇！嚇而家好勁啊！好，咁啊可能晏啲翻公司直播再同大家分享。好多謝曬。Hello， 大家好啊！Annie 啊，系嚟紧九月三号星期日有咩搞作？我哋咧会有一个海亚缤纷城嘅一日团啊！哇，今次犀利啦 ，Ubi！ 首先咧，发展商咧会赠送两年管理费，高达7000几蚊啊，而且仲送呢个全屋嘅电器啊！咦？
比之前的優惠多好多喎、啊。嗯，係啊，而且最重要咧，呢個樓盤咧，有交通啦，樓下有商場啦，又有酒店，交通配套設施乜都齊曬。哇，喺邊度揾啊 ，Ruby？ 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我哋嘅海雅咧，呢個繽紛城啊，係健全噶、嗯、因為而家最近國內好多負面嘅新聞啦、嗯，但係海雅我哋本身已經有客人咧買入咗，自用緊、自住緊、收緊租，所以我哋呢個項目係好穩陣嘅。係啦，呢、這個樓盤咧咁靚咁好。咁有信心，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記得同我哋報名睇樓啦。冇錯啊！